显然进入比赛的一个节奏啊，那加西这边还是显得慢了一点。赖嘉欣这边连连的失误，好球！这球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赖嘉欣这边呢，他的这种爆发力还是有的。如果真的被赖嘉欣打出节奏之间的切换的话，对于许昕来说，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一下的。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球。对于直板选手的一个来说呢，其实这样的一个打法更加的直接啊。在桌面上面前手一直在压制啊。好球，再来啊！这球对于许昕来说，第一局的比赛要处理这种球的话，显然会有一些难度啊。啊，就不错。比赛这段时间啊，作为许昕这一边来说，应该要调整一下。这局比赛应该是可以拿下的。赖嘉欣这一边是先手先攻啊。节奏上的一个切换，看得出来赖嘉欣这一边啊是有一个节奏的切换的。对，在球场上谁先发起进攻的话，谁就有优势。好的，慢慢找到感觉之后啊，赖嘉欣这一边开始一直在沿用自己的这一套战术啊。许昕来说啊，可能打得还是有点太急了啊。这样的话，赖嘉欣这一边虽然开局有些失误，但是随着后面自己节奏的切换，开始把分数给慢慢接近了啊。好球！许昕这球打得开始很狠了啊，球开始一直往底线去走。这样的话又不得不压迫赖嘉欣的身位往后再往后靠啊，这样的话这一球啊就是还是显得侵略性很强的。第一局的比赛总会背负一些压力啊，这毕竟是今年的超级联赛第一场比赛的这个第一轮啊，对两位选手来说都要好好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。过来，已经看得出来压得不错。
提升技术啊，开始随着比赛的进程不断的向后走啊，技术的优势和特点开始慢慢展现出来了。好球啊！这样的话呢，比分来到了10-10啊。作为11分制的话，好，再抢两个球，好球！反倒而赖家庆这边在比赛的最后阶段，啊，倒是反超了一分。水晶这边的一次机会，好球，开始慢慢找到节奏啊！赖家庆这边攻得很猛。水晶这一边已经在刚开始了，了解方的人都知道，对方的实力自己拉开分差之后，水晶这一边开始到比赛的最后阶段开始有失误，但是直到最后阶段呢，赖家庆这一边是连续的两次失误，那么这一边是13-11啊，艰难的赢下了第一局。也有球迷到现场对吧？你们那我提醒一下，虽然在人数不多，但是不好意思。所以说这一局的比赛也是给水晶的一些，也是给水晶这个还有意思。虽然我们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麻烦，因为看不出来对方在进攻这一端呢，我们不断的切换自己的进攻节奏，让水晶比赛刚开始之后有点不太适应。有没有？哎，有一个，还有呢？看到在场面，王立群和水晶也是在，也给你们点赞。上到虽然人少，但是呢。你们也勇敢地表达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第二局的比赛也是开始了啊。开局之后，水晶这一边的一次失误啊，再送给对方一分，2-0。好，2-0。找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，好球！贾旭星，加油！好球！旭星的正手啊，这边能够爆发出更多的力量，而且这几球看得出来压得非常低啊，打得很凶。
赖嘉欣这一边啊，打得非常狠。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，赖嘉欣这一边非常喜欢于在节奏这一方面的切换。好球！先守先攻啊，旭晶这一边要敢于去进攻啊。好球，这次防守啊，落给对方的一次进攻的机会，但是赖嘉欣这一边啊，打得有些太狠了。这边要抓住这一次机会，对赖嘉欣来说，其实可能要做一个心态的调整。两人在实力上面的一个差距啊，如果许昕会更加善于去进攻的话，会给对方很大的心理压力。哦，这球，赖嘉欣运气不错啊。好球！抓住赖嘉欣这边的桌面的底线啊！球，拉开了之后啊，这边许昕在这种拉锯战过程当中啊，许昕很容易失误啊，这不太像是许昕平时那个发挥。的确是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备战期之后啊，这样的一种超级联赛对于许昕来说，这样的联赛是一种适应的过程。第二个运气球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赖嘉欣这边把比分给扳平了。这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，但是赖嘉欣这种进攻的节奏切换，要在开局之后打个几个回合啊，才会找到进攻的感觉。那这样的话就逼迫着许昕啊，在开局的几个回合就要找到进攻状态啊。这段时间赖嘉欣啊也是11-9拿下到了这一局啊，对于许昕来说这一回合不太好打啊。Thank you.
剧情来说，这一局的比赛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表现的，但是赖家庆这一边显然体现出来进攻的欲望啊、也是非常高的。你看说今天在赛场当中应该是有非常多的小球迷啊来到现场，对于这些小球迷来说呢，来到现场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偶像啊，是对于自己一种莫大的鼓励。但是在今天比赛的现场呢，看到非常多许昕的这些球迷来到现场啊。比赛进入到了第二局啊，在两局呢，双方是战成了1-1。球，好的，感觉不错，这种球很少出现。加油！长距离来回的一种拉锯啊，对许昕来说开始慢慢的找到感觉了。直板来说的选手呢，他的特点就在这边啊，更加容易找到进攻的感觉。好球！大家先回得不错啊，开局不错啊，好球！哦哟，这一球感觉不错啊！大家今天这一种球已经是第三次了。球球得不错，哎呦，对于年轻小将来说，赖家庆这边今天很敢于去进攻啊，95年的一名选手。好球，5-4，许昕将比分反超了。好球！这一边啊，心态要继续去好好调整一下。许昕这时候打得很聪明啊，
于球的一个控制。许昕这一边先手切换了一个节奏啊，把节奏放慢啊。所以这种球对于赖嘉欣来说会习惯性的向后退。好球，这球许昕自己也是没想明白哈、啊，这球对于许昕来说其实是可以把握住的。弧圈那种打法对于许昕来说呢，这样的球力度非常的强，所以对于赖嘉欣来说，要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打出力道，非常容易失误。好球，连续的压制啊！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打法，赖嘉欣想要在回击当中打出力道的话是非常难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又拿下这一分，11-8，双循环的比赛的。所以说呢，应该这场比赛啊，只是双循环的第一场比赛。好球。比赛开始之后，很快找到进攻的感觉啊！看到在场边啊，第二局第二场马上要出场的尚坤是在场边已经在做热身运动了。这一边啊，四川队这边叫了一个短暂停，一分钟的一个暂停时间。的确，这对于四川队来说，这一局比赛如果再输掉的话，之后的比赛会非常的艰难啊。许昕这边良好的发挥，为他这一局的开局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，3-0的一个比分。这球，其实对于赖嘉欣来说，
许昕的一个左手的直板，对于赖嘉欣右手直拍来说，其实有一点难受啊。拉开之后，好的，这球节奏切换的不错，好的。赖嘉欣这边啊，我们之前那些比赛就已经在说到了，年轻选手非常有想法。压得不错，这球显然是赖嘉欣这边自己的失误啊。6-3那个比分。这球的确是打呲了啊。好球，这球的一个下旋对于赖嘉欣来说的确是没有反应过来啊。这段时间赖嘉欣啊，这边开始由攻转守啊。好球，给到赖嘉欣机会了，这球没有了啊。这回赖嘉欣这球如果能够拿下的话，就能够反超比分了。好球，拉开之后，好的，好球。许昕加油！许昕这一球啊，是主动进攻获得了效果啊。8-7。好球，给到许昕机会了。哎呦，这球！9-7啊，两分那个优势。给许昕的加油声显然对赖嘉欣这一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10-7啊，这一球如果能拿下的话，许昕就能够赢下第一局的比赛了。上海队呢，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。越精彩，越精彩，说明你的。